武器是你的制胜秘诀，点击使用背部武器技能。我将上报这次重大发现，看来他们还是追过来了，连这颗美丽的心。对了，如果需要战斗补给品，请务必去哈库特在军事区西南角附近新开的商店逛逛，他是个回收买卖能手。快来看一看我的店铺，超级优惠的。你需要一些战斗补给，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。选择消耗品，选择一级药剂，点击购买。购买完成后，不要忘了将战斗背包里的药剂添加至快捷栏。谢谢恢复，下次再来，要再来。这些战斗补给品能在关。好了，听着，这里可能会发现有价值的情报。请你赶紧去一趟。再见，战士。战斗背包，将药品放入快捷栏，方便战斗时使用。终于有人来了，这些恶心的
开虫洞传送装置，点击目的地，这是人类目前所掌握的虫洞传送技术。太棒了，你的能力关闭了三个刺激空洞，这些形象让人联想到地球上的神话传说。点击主页，欢迎回归。内部武器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。你即将挑战隐藏在小镇深处的母欧迪尔，点击查看他身上的薄弱部位，闪烁的部位可以被破坏，获得更稀有的素材。
久不见，听说你击败了摩欧迪尔，干得好，你是一名值得骄傲的觉醒者。我收到情报，娜莎公主是，请你根据提供的线索找到她。